台南人对台语的用词甲其他的县市有一点仔无共款，比较讲客气，就是客气；洗浴啊，就是洗身躯；足热啊，就是足咸。啊，唔然安尼，因即摆嘛准备要甲人讲出无共款的建筑语言。这几个展览场是用台南传统的范畴的空间观念来规划，啊，这是啥物？我哥来听人讲讲的吧。车展啊，好好好，这个就是大概二零一零年台湾建筑台湾代表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车展。好好好，然后它维持上次的一贯的风貌啊，它上次为什么会得？它是说哈，对，而且那时候也刚不是那么，但是可以得到哈。是因为他说他威尼斯双年展到台湾馆来休息吧，大家都但每个人就说台湾有什么，他说我的台湾没有什么，我的台湾只有可以休息。那因为我们去威尼斯双年展知道，就每次逛完今夜就是很累，然后他们就跟那些外国观光客说，我们这里提供了可以沙发，有音乐，还是暗的，也吹冷气。然后呢，当他们坐下来的时候，那个台湾的印象慢慢就在里面。这是客厅，这是客厅，这主卧室，这是两蒙城，这是厨房，餐厅，餐桌一般哦，伊拢去捡超多个家具啊，客厅啊，家己啊，小小啊，嘛，这嘛是剩余的建筑啊，所以曾伟老师也艺术估计，这个整体就是我的建筑作品，叫好，叫剩厨房，然后。爱个拢不讲哦，啊个恰恰贵个再来了，那个这么多哇，别拿这边我随便拆这打，而且也是这样，这个厝后院，后院哦，混色炭啊，所以后院混色炭跟厨房糖一样，所以这金阁展场是展现一个台湾的一般的厝就对啊啦，啊这人伫内面是你生活的，你生活过程细数看见到啦，所以我看到我感觉。建筑展览当然是内行的看门道，外行的看热闹。不过那是要外行的，会当赶紧的了解，安尼吼，内底这个模型就较重要。建筑店内底不但模型非常的多，而且呢有一挂模型在主办单位的印准下，还可以当摕起来细细看看呢。专科教室和社团办公室，所以这社团办公室啊，所以社团办公室我烧出来，靠这三坑 plus 大家都在省，所以国中、高中的当个在互动啊，啊叫一个坡坎，这个坡坎呢，伊都在做这个运动场的，诶，这个啊叫这个试金石，啊叫高雄这是大的，当都在行，啊叫好好的，大概会当做啊，我只敢做一到做一级的，一级的就是。二楼最主要是咧讲台南建筑的历史传承，所以伫遮会当看到过去建筑的材料、建筑的工具，上重要就是会当看到咱老一辈台南在地的建筑师。
看，什么叫做德人的厝，这就是了啦，用一比十的模型做给你看。这边怎么说啊？武功中门，嗯，中门啊，还是中门，后尾门，这两两空，两空，两空的豆饼的，豆饼的汤。这种，这种必必来。这不师傅在讲，你来烧。武功秘籍，测绘所有的质感在这里加强，这样子的。所以是台南重要的建材的地方啦，传统的重要建材。实在是真精彩啦！啊，不过三年才一摆，还是咧西港赶香，三年一可惜。